Oh.再换那个绿，再换。绿的哪有绿啊？那个啤酒瓶。其实打不了，高度太高了。不是横过来吗？不是。打不是，只能用脚，得擦干净。上班吃东西，罚款50。基本欠挣的钱都花一千，挣不了1000，一共才9百块钱。你看，感觉非常屌价，非常值。你这个还好看，哎，再往上要一下。再往上要一下。往上，看什么？往上要啊，对啊。多好看啊！我非常喜欢这个。要呀。 五个是跟在旁边，看到吗？蓝光，发过来，不要了。蓝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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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还得再往上摇。再拍一下。干啥呀？我打到里边了，你能拍出来啊？能看你在干嘛？